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在西壤中文网连载一点小雨的染城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《JOJO的奇妙冒险：黄金之风》中主角乔鲁诺乔巴拿，也就是五乔的第二个替身，同时这也是第二个真正的镇魂曲替身，是被称之为 JOJO 最强之盾的替身，也是超强的概念性替身，甚至一度被称之为是超越替身的黄金体验镇魂曲。这个替身的名称 ，Gold Experience Requiem 的名称，在黄体那一期视频我已经介绍过了。这个替身香蕉黄体呈现更为暗淡的金黄色，但体型却要壮硕一圈，并高上至少一个头不止。漫画原作全身的官方配色包括淡米色、深褐色、亮黄色、铜黄色、亮紫色和青绿色，可以说若是论数量，恐怕是替身中最为花里胡哨的也不为过。但至于美不美观的问题啊，红配绿到底赛什么的问题，审美还是太过于主观了。这里我留给各位观众朋友们来打分号。